提供了提。对不起，我太慢了。放下。下车。可以啊，你下车用跑的上来了啦。大面那帮八路人。啊！你没骑过头。继续，你还有20分钟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我绕得完一圈。啊，您好，那个麻烦到桃园市长杯的路线，谢谢。你好。现在早上5:30，我们要前进桃园。大家注意啦，新北300要出发。而且我还很担心，我没办法停回原本的停车格。我相信你可以，阿甘。来，被珊瑚礁撞击的膝盖上，这拿很大的题，就可以去比赛了。没事，我们慢慢开。没有车。阿甘，慢慢来，把速度放慢就好了。我们就要到了，耶！谢谢阿甘，吼，下雨了，吼。下雨了，等来报道，有点紧张。今天比的是公路越野赛，加三项吗？跟铁人三项一样，一整天的。报道。加绑在前叉，左边右边都可以。好，谢谢。6号吗？女生对，谢谢。沙西，谢谢。现在有点尴尬，我没有用过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要去验证。我上一次骑登山车的时候下雨，今天要比又下大雨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还是我骑，我不适合骑，每骑必下，两次中两次，百分之百哎。你怎么跟我们骑两次石头都是下雨？I follow you Instagram. I follow your Instagram. 害羞，好害羞。好的。什么？怎么变态了？还有什么建议吗？就不要比了。不要比。好，我们正在犹豫一分钟，直接放弃。我真的是这个雨真的很常下，这里蛮常这样下的。对。登山车就是要弄脏脏的，可是因为我们骑公路车，所以犹豫中。对。起呀！游泳，对。找燕君儿。Hello， 要怎么编吗？你有要下场吗？好啊，都来了。那你还没别耶？要哦，好。7:30就要出赛了。要别后面、上面好。对，那这个护具要赶快。好，因为你还要热身一下。你在干嘛？
在一定要穿护具啊，大家。然后，因为我真的太菜了，所以跟燕君。等一下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超滑。好。对。应该跟上次练习就是可以啊，因为你现在是骑公路车。也是哈。所以。我可以用牵的吧？因为它的操控啊，还有它的那个轮胎也没有抓地力，所以会非常的滑。等一下只要到下坡，你就用牵的。好。对。是的，让你安全下装的。是的，前辈。大姐姐，你认真要骑公路车下去。我们是马上就要。看天气，再看去哪终点的一次，来计算。所以你感觉好紧张哦。因为大家很 chill， 所以我以为也很 chill。对不起，小菜菜的我。果然是第一次，很慌张，有没有？刚才大家很糗的说，7:30。刚刚那边真的超惬意的，可以帮我编。还要带你伸进去吗？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这样好像看不到。这样，对，这样可以稍微折这样子。你看，还有陈浩，前面的三人在吗？他的话挥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。你看到他原本要很高兴的，因为你只要被他跳圈你就可以下来，但是现在就是要骑满半小时哦哦。他应该是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就是冠军蔡雅宇吗？对啊，对，你有在骑公路应该认识他。很强的选手，快跳圈我。因为我的好聪明哦，太小了，就至少有纹路，那个刮破它，我的超光滑，至少有纹路的，这个就是很容易摔的衣服。下次知道了，初次比赛没有，可能也有很多人前几天来练习，然后他们也是要用公路车下场。啊，他们现在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辛苦啊，因为那边很平啊。那边就是过去那边，平的时候我会变很轻的话，很平的时候我会扁担。那边有点缓下啦。好，哪边？就是进去之后哦，那里。等我一下啊，我觉得哎，对啊，差不多就平平的啦，平平的。缓下，他可能两个前辈看起来非常悠哉。我很紧张啊，我的天啊。等一下要骑满30分钟，对，就算被套圈了，还是要继续骑满30分钟，看你有几圈。出发就输哎！我靠，哎、欸，很快！哇哇！
你穿登山鞋，你踩旁边。跟落去，跟落去。保住加油！阿丹加油！上不去，不行，不行，三步你先，我看。小心再上一步，抓住那棵树。哪里有树？那里。对不起，小心，小心，很滑。加油哟！直接跪下去了，没关系。谢谢。加油。塞车。Stop me, yellow cloud. Baby can't block me. Pipe down like a deer punching a pipe. I said you're just real annoying.
头有哦。不成人形。去年这边是那个叉子。哎，一五一比较快了耶。他们是说有抓到诀窍，有抓到树了。卡中。为什么他可以爬那么好？高的。高高高。来雕去啊！雕去雕去！上去！把车上去！时间内看谁最多？哦，这样子哦。看他都没有障碍的感觉，完全眼睛是有装颗粒，装钉子，对，装钉子。再用。啊，兰花超车了！海燕，我们有失力点了。刚兰花哥超车了，我没有失力点，对不起，我快，真的，对不起大家，太严重，严重一点，对不起，我太慢了，一五一想好策略了，先扛起来再说。那不认真点。扛起来再说。对，那不认真点。每次都不一样，最快。越野赛 C 叉，我来到第三圈。规则的关系，就算被套圈，还是要骑完三十分钟。我只求不要影响到前面选手就好了。第二圈之后，有越来越熟悉路线，但用纯公路车设定来骑，真是太菜了我。好，坡度太陡太滑，就果断牵车用跑的。这就是一直打滑踩空，请你吧上车，请你吧上车，请你吧上车。最后大陡坡，车子重量加上烂泥巴的湿滑，第三圈后也开始熟悉使用树枝救援。你有看到我们在骑车吗？你笑了吗？你笑了吗？我发现越野赛的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当你很痛苦时，旁边的人会不断讲好笑的事情去舒缓情绪。要不要走旁边？往旁边走，你比较走得上来。看不出来哪里是旁边。我来，我看老鬼，真好笑。那边草真是好稳哦，是，没力上来的，谢谢。快结束，快结束。抵达终点，我总共完成了三圈。玩泥巴就是这样。
我知道为什么登山车大家喜欢玩泥巴，这不是喜欢玩问题，是泥巴会来找你玩。哇，这不是登山车，这是越野跑赛，还有负重。大家好猛，阿丹刚已经不知道超越我五六七八次。整个人都说阿丹又来了，又。至少三百。十一。超级汽车，超傻分不清楚。也是刚才那路线吗？我骑车系也从来没这么惨烈过。我跟你说，是，我错了，我应该要叫你骑车系，不是骑车的，因为好难。骑车，因为完全没有抓地力，然后那个牵车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几乎全部都用牵的，我全部都用牵的，很崩溃吧？我觉得我在越野跑，然后加负重。三圈，哇，那你也上去三次，对 ，OK， 刚才已经比完 C 叉，然后刚才沿途单圈是1公里，我总共绕了3圈，然后它中间有一段根本在爬墙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几乎全程都用牵的，然后我觉得感觉很像是越野跑加负重赛，因为它就是公路车，它的光头拍，它完全没有抓地力，然后刚刚最后我骑第2圈之后，这边全部塞住，然后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前进，所以最后就只能把扛车下来，然后用跑的还比较快，真的是非常特别体验。然后刚才沿路大家都很暖，就说加油加油，再差一点再差一点，然后还有爬最后那个爬坡上不去要大家一直笑，觉得这个很欢乐。然后接下来等一下我会继续拍燕君，燕君他非常的狂，他参加了3场，就是吃全餐的意思，然后就转换成摄影师拍这个雨后的赛事。请假，快燕君。应该是3公里，可是因为我刚才有用走的，真的太慢了，慢到码表暂停，所以只有 2.5 的距离，然后骑乘时间还有21，这根本我跑步还比较快，我跑步半小时可以5公里，对啊，这个真的是好玩，我们去拍摄吧。应该还要很一阵子。宝珠加油！宝珠加油！天哥，天哥。琳达快到了，我又穿登山鞋来的，你干啥呢？Thank you.